很多人呢不是批薑呢是用刀的。但其實呢如果用匙羹批呢更加慳的。咦是啊。那個薑皮呢就薄薄地就會甩的。我自己吃薑呢我就連埋薑皮一起吃。這麼夠薑海參呢是零脂肪。而且全條呢都是含很高的蛋白質。加少少糖啦。咁海鮮咧都難免會有少少海鮮嘅腥味嘅，咁我哋加少少胡椒粉啦，我哋落生抽、老抽。點解瞓醒未啊 ，Jack？ 唔可以喺度睇緊個火，要睇幾耐？我諗差唔多得噶啦，我點樣去決定呢？嗯，個樣好靚啦，同埋啲蘿蔔開始淋咯。等一陣，嗯，揸一個步驟。好，係咩啊？好白啊！送俾大家。